右边再看一下，中间，好，中间再看一下。哇，美光灯此起彼落，看得出来大家对这出旗舰大戏的期待。来，左手边。好，左手边。相信刚刚两位老师的歌声都唤醒了大家在下午茶本来昏昏欲睡的情绪，现在大家都中气十足了。好，拍完了，在左手边。好，我们知道这次一线晚安其实历经了1000个日子，跑遍了台湾大大小小150个景点，而且我们看到他们去了大小12座山，亲自爬上去，牵手，请三位台上牵手，来象征这一次亲情爱情的大戏。而且我们知道这出戏呢，竟然是以镇长他女儿的故事做开头，坐火车的距离据说绕台湾已经有10圈之久，而且我知道包括了栋梁，包括了余涵，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好，来，最后来往前看。好，再往前。好，来，妇女党，晴天妇女党，中间，请看中间。好，谢谢。好，中间拍完了吗？好，好嘞，可以了吗？好，请看在左边。开玩笑说，哇，余涵健步如飞啊！我心里就想说，当然嘛，你要说承诺总是要比较慎重，所以我们稳重的慢慢爬上去。对，我就觉得哇，我要哭了，我要哭了。我其实，在过音帮他们配预告的时候，我甚至就觉得，哎，我带着这种。哇，我刚刚看到余涵的片段也是，就会觉得哇，从当年的一把青那个坚毅的小女孩，到现在。开朗温暖的人，他会主动跟我攀谈呢。我本来以为叫情歌忧郁王子了。